我给你来了，看好了啊，嗯、来你说，你可会扒虾了，你真会说话，你是那个呀？你咋没火呀？这么吃吗？能吃，怎么不能吃啊？人红毛虾子得吸虾头，来哥，不能偏心，虾头都给你缩了缩。虾头啊？对呀、啊，吃虾头有人求。不生的，首先来个虾身呗。来，你速度能跟得上吗？能。来，跑外边吃去了，没跟上啊。呀，不行，虾头有啥？那不吃虾头了。来，老板。我一天就给他们服务，但是我要能吃一口，我都不带让他们吃的。香吗？香，真香哈、啊！你看，我这扒虾技术是越来越好。看着，你这跟不上趟啊！哎呦，虾线，嘴都跟不上我手的速度。老大，我也想吃一个。不配、我一个人能服务你们仨。甜不甜的？甜吗？真的。豁出去了，就冲你那句话。我来一口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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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。